咸鱼啊，来几斤啊？学长要两分。哦，学长，这个大只的哦，真的，你是几斤啊？哎呀，那你中好出的。学长，学长，我你讲，你爱吃吼，我无咧甲你算本钱。你说几份？他两份。两份哈，来。这六只外面少说要花到400哈。来，六只来，200好不？拍，要拍，丢啦，我讲这你绝对爱了钱袂啊，学长要吃无咧算的啦，100给他来。刚刚时间也无够啊！啊，这当然无够，这无人安尼卖，这无够啦！100，你要200块哦！只三块五尔啊！后摆看你敢卖咸鱼啊？吓死！你要200块哦！要100啦，紧啦！干嘛要200？啊，200就200，还惊啥？老板料也不是咱料的。来啦！你还有乌鱼吗？乌鱼有啊，乌鱼有，乌鱼要上哦。买卖200，他们多少？哦，你搞搞，一两三四五来吧，我来200来，200外口卖4只，我送你2只，来，四五，200多少？再来100，要100的来，就100的来，大家有通吃就好啊，来100来，啊，剩只的尔无啊，退人无着啦，好来。好，来100，紧的啊！来，100个来，100双，过来，倒倒来，来100块的来。无啊无啊，好来，剩下来。再给我一份，爸。好啊，100，来，最后一只来40块，啥物事？买袂只阿姨喝。好来，后面来。好啊。好啊。40。鱼花啊！安尼，啊，这鲨鱼肉，紧的，紧的，正中好现捞的啊！一台斤100啊，这强要5斤，再900、800、700、500来招一个。鲨鱼肉正中好的，500。这两台拢找到啊，招两个来吃啊！完全没有胆固醇啊，零脂肪啊！卖500，四啊五，400。快动手！300好来。300啦。300块。你也无来啦！哇，这鲨鱼正中口的，都唔敢吃。你也无来，买啦，好，你切落你吃，好爽的。来啦，鲤鱼花蚵仔啦，蚵仔先来，好吧？要吃鲤鱼花啊！鲤鱼花蚵仔讲完后来，讲完传起来啊！来，鲤鱼花要吃来，准备开始啊！鱼仔放落去下底，讲几百次啊！这人家无底徛啦，推下去，推下去啊！你把它推下去哈！阿弟，哪会去遐久？啊！未讲好，老母都一点钟无看伊的人啊！你是咧还佫拄则去？我伊的骨啊！因为我拎着个刀碰来，你要我停碰死哦！来，李伟辉啊，一台机500啦，来砍200块的啦，来啦！我变的啦，来啦，来200啦，要吃的来啦，好甜甜甜的啦，外口咧卖400呀，来200啦，过来200来啦，一箱1500，一箱上少一条400起崩啦，等我一下啦，好，我知道，学长啊，卡到甜啦，来啦，200要吃过来啦，来嘛过来啦。过来，200要过啥？这里200块。这鲤鱼花无人卡只尖的哦。嘿，黄文琪啊吼，你去甲问看卖，迄一盘仔仔100块，200来，卖落较紧哦，熊。来。要倒倒。好了，来200块，来三妹来，安尼较紧较用。再来一个200，来200，200过来，200块的动作快，超漂亮的，最近哦，站了10秒钟，拿来就爱起顶啊，来200，
两百一声、两声、三声哈。你拢知两百的概念是啥吼？两百概念就是安尼，有看无？安尼两百，你红钱还袂安尼一百块啦？我绝对无骗你的。这箱起来啊，这箱分两完啊，来，即摆几摊好行？要吃两百，请问有无？请问还有没有？要两百块，若无两百，来，卡一百块，只卡两完就好，来，一百块的来。要吃一百，来一百，来。一个啊，只两个啦。来，要吃一百的来，一百。来，再来一百的来。等妈咪啊。啊，一天天出袂离微花就好。啊，一箱若撩四百，啊，买五箱就撩两千。一百块。一百。过来一百，搁三。来，右边姐姐来。好啦，搁来来一百个，搁行。一百块的。来，再来一百。只卡卡的就好啊哈。卖搁出来，来一百，一百一声，一百两声。大哥，你买吧。还要哈，好。对，恁敢咱客户人？哎、欸，我哪会咁离开哦？唔捌看过你，福兴啊！哦，安尼哦，来来来，一百块，福兴来到这会好啦，会好啦，一百，一百一声、两声、三声，有啊无？无啦无啦，动作快哈！来，卖阁出来，卖阁出来吼！我明仔载无离开花行卖来，一百，一百一声、两声、三声无哈？好，谢谢你啊！好来。鱿鱼哦，阿根廷鱿鱼来，蚵仔先来呗，学长嘞，学长嘞，来蚵仔好呗，蚵仔嘞，你来阿光，学长，啊，今仔日即摆乌鱼期来，欠着一下乌鱼期的人，这一罐蚵仔，一公蚵仔，当石蚵正的，然后一包嘞卖咧百三，两包嘞，偌济，二啊六啦。三包开偌济？三包就要开你三九，卖三九三五，三百，三百。学长，你要几份？卖三百，看阮学长的面子上，二啊九，二啊八，二啊五，唔要。六百。嚼花一嚼，大爱来六百。这外口拢卖一公一百的西底啦哈，两百来买两支送一支来，两百块的再来，来六百。好，鳄鱼来两百，再来鳄鱼来给我给我，鳄鱼鳄鱼小心啦，莫不倒啦，袂赴啊，爱规箱啊啦。甲你讲吼，红的，来两百块的，请问来，动作要快，一起来，后面赶快上啊，来两百块啥？两百块。哦，我请这超级小帮手呢，无袂付就袂付，来两百，两百块耶，再来两百块的还有谁？右边右边，来要买要快啊！今是早来咧探钱，早来来收赏的哈，来两百，细细都一定爱做啊，两百紧来看到啊，啊，姐姐到看来两百，左边还有吗？来，好啊，来。来，我要吃千的，来来来来，左边来，紧，直接到用。来，两百，再来。这边的，这边的有无？这两百。来，对面搁一个来。来，两百鸟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你那个包袂付我袂。你免套啦，你几岁也袂套啊啦。要求竟领五千啊，你还搁要套？你呐，来抽。主要内行的听有啊，外行的听无啦。啊，搁有偌济？紧的哈，要吃的啊，搁来两百，两百一声、两声、三声无，蚵仔要来下架哈，要来换菜。蚵鱿鱼我知啦，蚵鱿鱼你收啊啦，你要要搞？可以过的，可以过的，好来来来来，阿根廷鱿鱼先上。哎，讲完我先买一盘，因讲完能等足久的。啊，来来来，拍死拍死。讲完，讲完，讲完，讲完。要吃完啦，还做一捆来阿根廷鱿鱼。阿根廷鱿鱼还够偌济？剩只的尔啊，剩只的尔无啊，吼，确定啊。好来，大家早，可以帮小平按到一百个赞吗？麻烦大家喽。来两支嘞，来三支。
啊，买一个四支啦，卖开四百、三百、二啊五来，六百。这里来。来存价，你啊，两百。一瓶啊，一瓶两个啦。两份。来两百块的，来两百的来，两百过来，来存最后三个人，计袂使搁少啊！来两百块，来剩下两个客人，最后一个客人，八个来，放完了，来，萝卜糕了，来放完萝卜糕，放完给它传起来。啊、哦，乌鱼，来港式萝卜糕绿椒三千包，来都有肉末呀。这上好吃，这包的萝卜糕是我试过上好吃的一包。虽然我无卖，有的足上的少我嘛歹卖。为虾米？无好吃卖，要创啥？都不是咧爱赚钱工。今两三四四个客人来，一包外口咧。开两百，两包开四百，卖四百，三五三百，学长要几分？一分，百五来，百五，港式萝卜糕的对面来百五，牛奶对面来百五，来百五来，你吃紧的，卖过起来。没有了，有了那么多，百五，来百五，百五，请问阿哥啥？来百五。百五一箱，啊！我甲你讲，明天卖出去，饭店拢安尼听无。为什么安尼出？百五有啊无？来前面，加一分呐、啊。那个是学长的啦。来百五，搁招两个就好。来百五一箱，两箱。哎呦，人咧竞选，那不是嘛？要竞选。哦好，来百五有啊无？百五等你三秒、两秒来、一秒来，谢谢下架啊！给你往八个卖套一套，阿伟，先来卖，哎，鲑鱼骨供完啦，鲑鱼骨供完啦，供完来了，供完来啊，搁剩几千啊，供完一天也卖了几百包嘛，无够，来了，一样都是批发价，现在只有供完跟花枝丸跟四目鱼丸三种不涨价哈，其余的全部涨，刚丢弃的哈，来一包嘞，一包。一罐有十包，一包四包，外口卖六十，三包卖两百，一罐卖光开你六百，开你五百，四包来四百块，批发价。这组正是在讲完经营三四十年的老招牌老字号，唔免阁介绍，正是在讲完，袂使乌白讲的哈，四百，四百，四百。这里。有分的较紧，要食几罐阁送。四百块的来，档哎你好，来妞妞来，麻烦姐，来找一百给档哎，来敲门来，最后了没有了，今天一百五十包哎，加几天？四百，来剩下最后四个客人，大刚吃贡丸嘛吃袂鲜，贡丸会使用炒菜，无一定是煮汤哈，要不要迷失也可以用炸的，我无，四个四个四个，来。来，又搁到咱服务的时间，搁到了。来五包，五包卖开五百、四百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两百好来，两百块来。来，搁一半来，两百块。来，讲完者。甲你讲，讲完一天卖咧五百包嘛，你卖。来，两百，两百块，好吃有信用，啊、哦，老招牌的。来，过来一半来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要结束讲完了。两百块的，请问还有谁？来，右手边姐姐好。请问还有谁呀？咱来做一盖卖成时间，好不？来，麻烦一下来，两百，两百，最后四个客人，两百块一箱、两箱、三箱来，无好，谢谢。黄鱼，先从黄鱼，因为黄鱼只有一件。哦，来三百鱼丸来，最后剩遐尔，我三百鱼丸今仔足少的。啊！这三只黄金仓三大金，外口开五百，剩最后一分啦，卖五百，四啊五，四百，招一个，三包你来。啊、好啦，鲑鱼骨啦，我着要食这个，这个剩最后只都无啊。今仔日进七八箱都卖到剩只个尔。这三百鱼到工厂做的三百，好啦好，你是足大声。
这是在彰化县西湖。好，未要，台币前台，甲大声。礼拜六跟礼拜日。恁来看看卖，足忝的呢，不是袂忝的。西湖正对，江海后面。你若会趁来徛这位，我予你趁。我来甲你做工，一工领500块就好。小娜家咧卖鱼仔趁，遐内行的笑到是拢要弄下害。讲看你要搁冻偌久。紧啦，你欢喜就好，相亲。哦，人七，有钱赚，毋是有钱赚。七个客人啊，爱紧来用啊。双重认证的三百二度工程做的啊，北京我无进，无进你啥物无进，卖讲到收白，吼、哦、会介意食来100、150、200、300，卖300二啊无，200、150好来，秋江的三百二元来150，这三百二度工程做的。卢校长会啊，明天会有石目鱼，但是。柳叶鱼，因为现在没有很捞的，都是那种就是冷冻的果粉的，所以它就很少带。但石目鱼是一定会有的，但你不要太晚来哦。料好实在，就是料好实在，百五，我靠一包百五来买一包送一包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好食怕食，搁一边的啦，袂甲你乌白掺，这才是上重要。你食落腹肚的物件，你唔知伊用啥。啊！即我会甲你把关，来百五来招，最后一个来百五一声、两声、三声，百五，来最后一包，毋捌食过我三百二元的，互我来招待外口开百五，毋免80块来，80块，80来，最后一包一斤蒸啊，八十啥物啊？桂鱼糖老龟。80有啊无？桂鱼啦，桂鱼过来。好啦，桂鱼来啦。桂鱼过来啊。这个等一下哈、哦，这个虾仁等一下会抢翻天，因为它可以做凤梨虾球。外面一包1500、1800，有几件？我有啊，无啊哈。这一只哈、哦，大概是有大概9公斤的鲑鱼来切，纯正的哈、哦。空温的鲑鱼啊，一大斤的400-500块，这两尾一公斤的成本带500，卖500、400、300，纯正的尔，一人卖一分至两分哈。卖300、200，200来，100件，100块。卖200。这大支的甲小支的介绍，这支我送你，你卖200，这支我纯粹送你的，来200。来卖200的讲200，要生的。这你了钱。来啦，200，你吃行啦。大支的外口两支卖150啦，卖100的讲100啦，来啦。买100讲100来，这大支棍啊，来100块，来，大支的，等一下我先给大支的啦。没有了哈，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哈。好啦，只有恁等你吃身体健康的啦。帮助如意哦。哇，来啊，这现在是安怎？好高哟，有没有肚条？谁来啦？这个100。来啦，再来100，再来。啊，上买无着，中头煮一顿50块以上。啊，来啦。肚条就这样，你好，跟你来买一个豆腐来煮一个味噌汤的来啦。吃饭都是6:30到10:30。只有这些哈。回去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水滚起来，甲穿烫多久？水滚起来，等过3秒钟，2、3，起鼎以后，隔壁鼎用味噌甲迄个豆腐。卢秀，你没有办法礼拜六来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礼拜六来，然后我就会叫那个小辣椒先卖。可是因为那个礼拜天是朋友拍抖音，然后我麻烦他帮我架机器。卖开500，开400，开300，200，100来，100块。鲑鱼肚条呢？100呢？这无够本钱啦，无买。要爱人话声。100有啊无？100一声、两声、三声无啊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黄鱼出来。有个蛋的啦，啥物事啊？OK 啦。出四只呢？礼拜六、礼拜日。这朋友现捞的红干嘛？哇，这外口恁人去朋友吼，直播大家看一只2000-3000块啊？谁要的？大哥，你买2只好不好？一只就好，安尼一人买一只。
莫讲无优待啊，因为今仔日无闲工，甲你抬。迄天我伫潭子有抬，有抬带工。哦，啊，迄天迄个佫较大只，即两只较大。